FM 九一点五自由之声，渔夫自由行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啊，真欢喜，搁是天叫天顶，搁是空中啊，大家再会啊吼。啊，今日呢特别要来讲一间学校啊，因为这间学校呢是伫日本时代啊，由着咱台湾人出钱出力出地啊来起厝，起这学舍学寮。来吼，这个啊，台湾的主题读册的一间学校，这间学校呢，伫今年拄好庆祝了伊的一百年，吼、哦，建校一百年。啊，什么时阵建校呢？就是伫1915年建校。那么今年拄好2015年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间学校啊，拄好搞了一百年的时间。这间就是台中的台中一中。台中一中啦、啊，那么这个台中一中啊，今年啊，拄好咧庆祝伊个一百年的校庆。我顶一站嘛，啊，因为我伫这个啊台中咧教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因缘我咧去台中四界行行，结果呢，啊，迄一天啊，来到着这个台中一中，哎，真新鲜。台中一中呢，啊，当咧庆祝，所以呢，边有真侪遐个 banner 遐个旗帜哈，还有真侪遐个旗啊啦哈。啊，咧从啥呢？啊，就是咧欢迎这个校友啊，都等来。啊，这个旗啊，顶冠呐，啊，就印了啊，这个台中一中的啊，因为古早时代迄栋红楼啊，哦，红楼啊。啊，迄规栋真水哦，红色的。啊，迄栋呢，就是一种典型的咱讲的啊，成野敬武的成野式样。成野敬武是啥物人呢？啊，你那是曾经捌去到了这个日本旅行，那去到东京。那么东京伫这几年呢，从就因过去啊，早前的这个啊，伫早期哈。啊，而且日本的啊火车头，东京的火车头啊，去了吼，嚯、哦，一间那是帝国门面嘛，哦，我去了一间安尼水当当啊，吼、哦，规个拢迄个红砖啊，吼、哦，来去去。那么迄间啊去好了后呢，看到就是有迄个红砖啊，白色的这个啊饰带啊。哦啊，这栋呢，你那是要去到这个台中的火车头呢，你就发现讲哈，哎、欸，有一款同款呢，啊，台中火车头嘛是红砖啊，哈，啊嘛有迄个白色的饰带啊，这就是日本啊早期呢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叫做成野敬武。那么这个成野敬武呢是英国派啦，哈、啊，算讲日本时代呢，日本派出了啊明治维新的时阵。派出了这个啊两路人马，一路去学这个欧陆的这个建筑，欧陆啊，啊一路呢派去英国学，啊英国的方式吼，就算啊设计上吼，迄、那个形式较自由，那是欧洲的方面呢，迄个较严谨，吼、哦，所以就分作两派。啊，所以啦，台中呢，迄个时阵受了着成野敬武真大影响，所以大部分你若去到这个台中，你看因这个古早时代日本人起的迄种欧洲式的这种的建筑呢，大部分拢是红砖啊、啊白色的饰带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一看真熟悉嘛。那么台中一中这间呢，起起来就是安尼起法啊，伊是迄种算讲是啊。红砖啊，嘛是用红砖啊，这个也就是说加强的红砖的这砖造，伊我讲伊表拢足高诶。哦，啊，迄啦，真正讲要用迄个怪手去卡嘛，还卡泡玻璃，啊顶啊红砖嘛是顶酷酷诶。哦，啊，你讲话台中火车头够近呐，哈、啊，迄、那个台中的这老的市政府够近呐，哈，啊个市议所啦够近，啊那台湾地震遮尔啊多，啊唔知是对一栋啊倒去。哦，到今嘛无啊，哦，啊，每一栋嘛足好个啊，啊，但是呢，台中火车、台中一中啊，以及栋红楼啊，真可惜。尾啊呢，啊就讲，哇、哦啊，这种砖造吼，加强砖造吼，啊，这个到时地震吼，一定会啊，偏偏落来吼，
拆掉掉啊，拆掉掉啊，上拆掉啊，啊拆掉嘛就算了哈，啊即嘛呢，结果呢，我是刚安尼行行行行去个台中一中的这个校门口啊，看起来也蛮昏呢，从到迄个原来红楼街。卡掉了后，去起一种水泥的吼，啊搭一种二丁瓜呢吼，哦，一栋吼，啊即嘛经过日子来，因为起白色的嘛吼，啊起了这样子固了后吼，啊咱这样子这水泥就容易有一大堆迄落卡一挂遐，安尼乌身乌身的物件，啊所以呢，规栋看起来就乌身乌身安尼，哇，迄个足歹的，足歹看。啊，那我升一个百年的学校，是不是安尼？我不怪呢，就是这台中一中为着要欢迎到因的校友倒转来啊、哦，一百年呢，你也想看嘛？一百年呢，啊、哦，一百年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迄个时阵要去读迄个中学校，啊，那根据伊迄个时阵的这规定，就是讲你伫迄个小学校啦，哈、哦，小学啦，哦，公学校啦，一般迄个时阵台湾人读的叫做公学校。那么想不爱读了五年，哦，啊五年了呢，叫入去内底爱读四年，哦，伫迄个啊台中一中啊读四年，啊为什么读四年？一般迄日本时代的这個中二吼、哦，应该是读五年，但是只有这個台中一中是读四年，为什么？哦，这有一个真大的原因。咱即马先来讲，伫日本时代啊，这个。日本人啊，早期啊，啊，当来统治台湾是差不多1910年到2020年这中间呢，因认为讲这台湾人的水准搁啊无够啊，所以呢，台湾人的大部分啊，捌一下字就好啊，哈，啊，讲学校读读个就好啊，啊，这台湾人无资格搁读较深的这个啊学校啊，啊，啊，有的台湾人嘿呐，家境较好的人，伊当然就希望家己的子弟啊会当。个读个如何嘛？啊，所以呢，要安怎嘞？啊，就爱，变作讲国内啊，整个就倒来了哈。哦、日本时代就讲倒来，啊，倒来就无迄个中学校，啊，中学校是日本人读的啊，唔是你台湾人读的啊。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就爱想办法将着囡仔送去到着这个啊日本去读册啊。啊，我会记哩啊，早期啊。像阮伯公啊吼，阮祖啊，伊遐算真好个啦吼，啊，但是无到我这代吼，连半生五年嘛无哈，可怜，所以茫甲我借钱啊，我无钱吼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阮这个伯公啊，迄阵啊，若要去读大学，伊要去读个什么东京大学个什么经济系啊吼，哎，伊嘛是照常呢，爱先去到日本，啊，日本吼，京都。我觉得这同志社学校啊、哦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志社呢啊、哦、就是以为中学啊，大家这个大学啊，啊就是算在这个京都同志社大学啊、哦。那么一般来讲，就是讲底下读中学哈，啊才受到这个日本政府的这个认可啊、哦，啊才会使讲继续去读。因其他的这个大学啊，啊，比较讲这个西丽大桥诶推手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西丽大桥的推手，就是因咧西丽店长。迄店长呢，伫日本时代，伊就是去读迄个同志社大学。啊，我有一回呢去京都呢，可以特别去看看因迄个时代的这个什么京都大学啦，吼啊，学寮啦，吼吉田寮啦，吼，即个敢看看一下安尼。啊，阮伯公嘛是算底下读册就对话啦，哈。啊，但是你即摆问题就是讲，啊，我一个囡仔，啊，我伫台湾倒来，哈，啊，就爱送去到日本读册，啊，该去到日本呢，啊，咱家也无日本亲戚，也无啥，啊，要安怎？哦，安尼就是爱叫迄个妈妈，哈、哦，叫老母去陪。就像咱即摆咧送囡仔，迄个送去美国，啥物有这留学生啦，吼，小留学生啦，吼。啊，你伫遐若无亲情的吼，啊，就大部分有个人就讲啊，我的内在美，啊，内在美就是讲啊，我内人伫咧美国，吼，啊，我的台独，我的台湾是独身的，吼，啊，就是安尼意思，就是讲妈妈拢会去对着囡仔，
去到这个海外读册。当然啦、啊，在迄个时代内底呢，日本不是算海外，因为台湾是属于这个日本的国土。所以呢，这个啊，真侪妈妈呢，啊，对起了后呢，啊，日本啊，因迄个时阵有一个名厨啊，这个名厨呢，伊就讲啊，像这种的陪着囡仔来到了这个啊，日本读册，这种叫做教育妈妈了哈。啊那、啊、这教育妈妈有伊个日本话啦，但是我就不要讲日本话啊。你讲啊，这种诶叫做教育妈妈。啊，安尼讲起来就是一种歧视呀、啊，啊，歧视啊。所以咱台中雾峰林家哈、啊、林献堂、林烈堂哈，因生迄个族啊来对哈啊堂兄弟的族兄、堂兄哈、啊、之类的就得掉了哈。啊啊，林献堂家己本身嘛有两个囡仔，啊，这两个囡仔呢，唉，真可怜，嘛是同款啊，爱着这个、啊，送去到这个日本读册，才会当继续深造啊。所以，这个、林献堂伊就感觉讲，啊，咱台湾人吼，啊，可怜啊，叫日本人管吼，啊，即嘛，这里、个、林献堂规世人拢无爱穿个日本人个衫，吼、啊，伊拢穿迄种个长袍马褂迄类个，吼、啊。啊，无就是穿迄个西装，吼、哦，啊，无爱穿日本人的衫，吼、哦，啊，写日记呢用汉文写，啊，啊，日本嘛会写几，当然伊是捌日文啦，吼，但是袂爱甲写，安尼就对啊啦，吼、哦，那就像咱即马，啊，以前阮丈人啊，哈，啊，干那要讲台语啊，吼，啊，伊就长期住喺日本，啊，即马若转来到台湾呢，啊，死去拢要干人讲台语呢，啊，小姐吼，袂晓讲，啊，就叫，哦。算算讲你讲个，番仔话听无啦，哦，番仔话讲国语是番仔话啦，哈、哦，国语是毋是番仔话讲起来嘛是啊，你若中国历史有好啊起啊，它就是五胡乱华的时阵，啊，原来住伫中原呢，啊，咱这台语是中原音嘛，河洛音那个中原音嘛，咱这是正讲，迄个时阵的国语，但是哦，啊，因这个啊、来。五胡乱华了，五胡乱华意思是讲，迄、那个北平遐拢是迄落番仔咧住嘛，啊，迄落中原的人士拢搬来到这個、啊南方啊嘛，对哇，哦，啊，所以即摆咧讲的这個北京话就是番仔的话，啊，这无唔对啊，吼、啊，所以阮丈人咧讲，你讲国语，你讲的国语，你讲的番仔话我听无，嘿，嘛是有意，嘛是有道理啊，吼、啊。就是真像真心实，就是讲，我真经常咧讲讲，台湾数百年数来底啊，啊，咱卖讲迄落，原住民啥，原住民无成为一个政权啦哈，啊，荷兰人呢，啊，来管西班牙来管，啊，这个满族来管，哈，啊，地心公来管，嘿，想想诶哈，全台湾安尼四百年来哈，汉人咧管的时代多二十多地心。就成功的那个王朝的二十几年而已，所以说起来，咱现在，咱知道一对这个，啊，大统派啊，哈，啊，那个，尤其是台湾人，那个台干型的那种的，要，啊，靠港微调的那个台干啊，啊，他们就说，什么东西都要念他那个，什么刘铭传啊，哈，要念他那个，有的没，啊，如果是说到建设都是刘铭传，说到这都得成功，啊，哎，刘铭传是铁路之父，是自来水之父，是邮政之父，各项拢是哦。而且台湾人就数典忘宗啊、哦。为什么数典忘宗呢？啊，你诶，想看卖刘铭传是伫清廷清国诶朝廷做代志，这就是汉奸嘛，对不？啊，唔是安个为啥？啊，你去诶，你若骂讲啊，台湾人去做皇民哦，去日本人。而且政府来这做代志啊，做皇民啊、哦，甚至呢去学日本名，去做日本人啊、哦，还有做皇民啊你，你那个汉人去那个满朝内底去清国内底做官，啊，不是汉奸，啊，不是啥，干不是安尼，对不？就属应该是爱安那看公平对待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那么迄个时阵诶，这个林献堂啊。伊就刚刚讲，啊，我这两个囡仔要读一下册，啊，就爱过伊咯，啊，个日本啊开销开遐侪，啊，我是算
啊，林家悟空呢，佮算个悟空的林家呢，算个有钱的人呢，啊，啊，那是无钱的人要安怎？啊，无钱较无钱的啦，吼，唔是讲无钱的人，较无钱的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厝的人有两身钱啊，嘛是想讲要将着囡仔呢，啊，送好花好银去读册啊。所以迄个时阵的林献堂就佮伊祖兄林烈堂，啊。因就伫遐讲讲，阿即要安怎？阿尾仔来过去找到迄个高献荣，阿高献荣是算中华鹿港的人，但是高献荣呢，因为早期啊，啊，伊迄时阵拢伫台北，啊，伊甲着即个总督府呢，算较好嘛，哦，所以真侪即个啊，去甲总督府定情，讲要来去即个台湾人的中学校，啊，就爱靠着高献荣间的关系。啊，个另外一个人叫做林雄真，啊，林雄真就是板桥林家，啊，这板桥林家嘛是好家人，啊，当然政商的势力嘛是真好，所以嘛是爱拜托林雄真去甲日本政府阁讲者，啊嘛是爱出钱啊，这人不是甲出嘴尔吼，啊，阁有一位就是伫台中清水的这蔡连芳哈，蔡连芳啊哈，伊是。伊是我那清水的这个有名的这个属性呐，啊，所以林献堂、林烈堂、高献荣加这蔡连芳加林雄真这五个人啊，合并称为创校五先贤，啊，创校的时阵五个这個啊先贤啊，啊你即马来去到遐吼，台中一中吼，伊还阁有别顶还阁有。啊，大一个浮雕就是咧讲这五个人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要去这个啊中学校，总督府敢要答应？总督府讲，嗯，你台湾总督府当然是分两派啦，当然是拢看袂起恁台湾人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恁这台湾人哪有可能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恁咧读啥物册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咧，迄阵的总督府呢，拄啊好啊，好佳哉啦，吼、哦。拄啊好咧，嘛袂晓讲好佳哉。伊拄啊好哦，迄个时阵呢，准备要去理番啊，上面是理番呢，准备要去围剿原住民的地方啦。啊，即嘛总督府的想法就是讲，好啦，啊无恁这汉族的吼，啊那是要将着啊，即、這个因为我即嘛要理番嘛吼，啊所以我即嘛甲恁分化哈，啊你汉族的要去哈、啊、好啊，无准你啦，哦、啊、但是你哦。条件就是要帮助我理番的对啦哈，帮助我爱先出来给我寄付一寡哈，我准备要来拍下迄个原住民的时阵呐，爱给我倒出钱啦，啊，好啊，啊不然呢，啊就答应，啊答应哈，啊这么开始在起学校啊，啊当然啦、啊，这林献堂这的人啊，高献荣讲啊，这台湾人哪会死的，再讲我哪要去一间啊中学校，我的建设，我的校园建设干袂当输人。所以呢，一定爱去了比人比较好哦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四界去募款，然后因家己出钱吼、哦、嘛是无够啦，哦，连所以真呢，因着四界去哦，讲啊募款，啊募款了后啊，才请着这個、啊，才请着这個、啊较好的这個建筑师来设计。那么这栋啊，设计呢，伊是一个三字形。啊，就像一支山啦，哈、哦，伊就是中央有一个主塔，边有两个卫塔，啊，加这个，刚开始加这个建国中号哈，诶、哦，这个设计哈，诶、有些雷同，但是伊的设计看来更加厚重，更加啊敦厚哈，更加诶雍容华贵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你去这间学校啊，啊，到尾下来呢。有这个刚刚刚起较好的时阵呐，因就有这个创校的纪念碑文，头前的经人古的下讲哦，吾台人出吾中学，有责自本校始。就讲咱台湾人刚刚开始是无中学，那吾就为本学校开始。咱即马先来讲伊的建筑啦，吼，伊的建筑呢是正面呢。那按照这个以前的这个相片来看起来，当然我这摆一定搞画出来啊！哈，
伊个正面的这个主塔呢是三角形的这个三墙啊，哦、是一种英国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共建筑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、起起来迄形况真厚重，靠权威。那么另外就是讲，伊迄个时阵所用的这个砖啊是清水的哈、哦，清水砖啊，清水砖啊，伊个施工呢，吼、哦，迄每一块砖啊哈。啊，拢安尼设计啊，安尼吼，安真定真耐用就对啊啦。所以呢，真简单啦吼，因为伊设计啊，这伊这承重墙设计了好，所以呢，你若要迄二楼吼，甲一楼中间吼，就用迄个木架吼、木梁啦吼、木梁木架吼，啊个个扛在这个啊墙顶管，安尼才当使用啊。吼，啊你甲看，这设计了吼。甚至比这个1909年迄个时阵啊，总督府啊，这个中学校的红楼，就是建国中学啦，未输伊呢。啊，建国中学迄，唔是凊彩人起的呢，迄是总督府请到因迄时上好的这个建筑师来起的。啊，甚至比1915年啊，诶，台南中学啊，就是咱即卖台南二中啊。哦台南二中在日本时代叫做台南一中，是日本人来读的。哦，迄、那个红楼哇，更加水。啊，伊这个大门佫无同款哦。伊大门的入口是叫做入德之门，哦，入德之门啊。也是讲学生呢，每一工下早要上课的时阵，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去到校园的门口啊，爱脱帽进去，啊，这样入去啊。你看他跟我这点哦，欸、我最近去日本哦，这日本人哦，我以前咧学柔道吼，啊，那要入去道场哦，都要先进练，吼、哦，啊那伊个衫裤换好啊，搁要入去榻榻米的顶馆嘛，是搁要进练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我最近去日本佚佗，啊，看因咧坐火车，啊，迄底下咧检查票的吼、哦，啊，每一个车厢呢，啊，拢要先进练，吼、哦。啊，才开始甲大家检查票啊，查票啊，查查的呢，查到这个车厢查完了吼，去外头啊，去进营啊。因对这个场所这个概念哈、啊，是足尊重的啊啊。咱台湾都清清菜菜了哈、啊，咱无咧这啦哈，无、啊、来这一套的啦哈。诶、啊欸，好啊，但是伊迄、那个。台中一中吼，伊正门吼，本来是一对吼，顶管有铸铁雕花的立灯，啊，变个是，啊，佮有迄个造型拙朴厚实的西洋古典风格门柱。那尾啊呢，因为吼，啊，因为你迄个红楼砌起来是一种几何较厚重的，较无安尼啊，作做一种有诶有无诶雕花，较无安尼繁复的性格，所以呢。尾啊呢，伊这个就改了较九座的啦吼，两座九座。你也看我咧画图吼，你也去我 YouTube 或是去我 Facebook 顶管就看到我画图。啊，伊个画塔吼，就用着这个仿石造的这种建材吼，啊，是顶管会刚刚有一种啊厚实的白边。啊，顶管够有迄个牛眼的盲窗哈、啊，上面是盲窗呢，就是顶管迄个牛眼窗哈、啊，像迄牛眼安尼、牛目安尼足大的一种圆形的这是窗啊门，有的是哈，算讲盲就是车眉嘛哈，即水箱唔是开窗，还是水箱是增加伊的迄、那个啊采光尔哈啊。无啥物通风安尼尔吼，啊，所以伊这个设计吼，和我看一篇这個中原大学的这個文化资产啊中心啊，就位姓林的这個林宗奎这個研究员伊的这個评析啊，伊讲这是实在是起了啊非常的好的一栋这個建筑，哦，甚至比这個、啊建国中学台南一中拢较好，台南二中啦吼。那么这个校园内底呢，啊，有种真侪这个樟树、樟树啊，樟树、樟树在伊，咱们讲牛樟嘛，咱讲牛樟、樟树嘛，哈。啊，咱迄、那个，咱知影为虾米爱种这个樟树呢？
咱这个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，他写说吼，中秋呢，因为一中秋你也注意看伊个树皮的吼，哇、哦，树皮安尼龟裂个呢，哇、哦，安尼看到足侪纹路的嘛，所以呢，讲其木里多文章，故谓之章、哦、啊，所以中秋就是一般那几个孔子庙里底甲看，孔子庙里底有三种秋是一定爱种的，一种是樟树，一种是迄个楷木，一种就是枫香。啊，这是为宋朝以来啊，三种啊，一定爱种个树啊。啊，种树啊是要从啥？从啥子？是咧歌颂孔子崇高的地位哦，彰显伊和这上面祖树尧舜啊、宪章文武的功绩啦。连种树啊，在变迄落，在接迄中国德统跟日本人 PK 就对啊啦吼。啊，但是咱袂当用迄落现代的角度去看，咱来用讲伊迄时阵林献堂遐个人啊，啊受到啊这个外族的统治，心情啊啊，咱来个考虑伊个心情。所以当时你去的时候就是讲好，啊你啊本啊哈，我即马去有我家己的啊少年啊读哈，我家己台湾人囡仔，台湾囡仔读。哦，啊，我当然要跟你 PK 一下啊，对不？哈，啊，所以我拢爱有，所以我你要去那种西洋式欧风的，我嘛是啊，哈，啊，厝要去啊，倒好，我嘛是去做好个呀，啊，啊，种植物呢，佮有一层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啊，我用的这个中国式的这这种的这樟树哈，啊，来跟你 PK 嘛，就是要彰显这个啊，中原的文化的地位啦，哦，跟日本人啊，所以啊，这种啊。会使讲台中一中大部分的这个学生啊，啊，因拢那是较老一辈的人啊，啊，拢差不多知。啊，较老一辈啥物人？啊，我甲各位讲，较老一辈哦，人才辈出。台湾第一个飞行员叫做谢文凯啊，啊，这做甚物事？这读台中一中了吼，啊，有一道去看人诶表演无人机啊吼，啊，飞行的表演啊哈，从此啊。阿总呢，讲伊要去啊，日本去读迄个飞行啊、哦，飞行啊，去读迄航空学校就对啦哈。那、哦、用现代话来讲，哦，我、啊、是真正呢去遐学学的，阿个哎，当然个会赛飞行机，而且个赛只飞行机哈、哦、去飞。啊，古早时代吼，吼、哦、因老爸啊，你哎、欸、你想看卖哈，会、哦、当送去到这个日本哈、啊、读册，所以个读迄个航空学校。哇、哦！这厝伊唔来，一定啊做钱的呢。这唔是讲基本上这个现代哦，讲一颗长龙的啥物飞行员哦，唔是哦。迄时代内底吼，你会当会晓驶飞行机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你家有迄个飞行机，互你驶哦。啊，这当然拢爱做拢钱嘛，啊。啊，因老爸呢，哦，欢喜一个，哈、哦、哈，就这声哦，从开流水席请人客，哎。所以讲了这请人客啊，古早时代是安尼。你若要入去台中一中啊，哈，第一你得爱交迄个健康证明，哦，你爱去病院内底检查身体，哈，啊，就表示讲你的身体呢，拢无故障、无故样，哈，拢会使合法来这间学校读册。另外呢，你搁爱交这个身家调查表的，啊，这为什么要交这个身家调查的？啥个交一下户口填本啊，上面意思就对了，哈。的财力证明啦、啊，意思就是讲啊，亲像咱即马囡仔要上外国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啊，美工啊，来看看一下你的财力啊证明吼、啊，你有钱无？啊，你这囡仔确实是讲要来去这个啊美国读册啊，啊，你的银行簿啊内底，你知偌侪钱，偌侪钱，爱互因了解吼、啊，哎，这不简单呢。啊，所以呢，迄时阵嘛是同款啦，你要考台中一中嘛安尼，啊，但是。第一年概像是我们两三百个人去考啦，吼、哦。第一届的招生啊，1915年，啊，讲差不多40个、啊60个啊，40个吼录取。啊，迄、那个时代内底吼，那是囡仔去考到这个台中一中吼、哦，哇，不得了啊！那你考到中状元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呢，等于将来吼，啊，去个庙内底吼，去还愿呐，吼、哦。啊，就爱安尼洗几个钟咧吼，啊，互人安尼，家己拍婆啊，一个安尼，吼，迄足大个代志啦，啊，所以啊，迄时阵台中一中，会当讲就是啊，
就是全台湾上界好的这些啊人才拢伫遐读。啊，比如讲咱这个以前这驻日代表柯世凯先生啊，柯世凯呢啊，伊是前驻日的代表，但是我来甲各位讲，柯世凯先生呢，不要提日本是国际法的权威的内底其中的两位教授之一，哈、哦。我记得应该是金田署大学了、啊、我也记得我少年时阵、啊啊、差不多我27、28岁啊时阵，啊，迄个时阵呐、啊，因为我为了漫画嘛，啊，为爱漫画我才集结出书，啊，要集结出书的时阵呐、啊，要去找一位啊，啊，咱英文哈、哦、是迄个美国式的英文，美国式的哈、哦。不是一种那个啊，杨金兵的英文哈、哦、啊，结果呢，有这李胜雄律师呢去找到一位叫做 George 的人哈、哦，啊来赞助，赞助20万啊，我追了哈。那么去请到一位哈佛大学的读册，的一位啊，女性，女学生的对吧？啊，因为细汉是美国大汉，啊，伊英语呢是完全的美式的英文。啊，请伊来做啊，这个翻译。啊，因为我迄、那个，咱这个漫画吼，迄时阵为虾米要从漫画甲翻做英文？因为要翻成中英文，啊，放去这个美国国会图书馆内底，互美国人啊，会当了解着台湾民主运动，为漫画来看民主运动的发展。所以迄时阵，这个啊，会当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。啊，翻译的工作啊，因为我的漫画哈、哦，用足侪台湾的这俗语哈、哦，这不是很简单。讲起来，比如讲西瓜挖大饼啊，我请问你啊，西瓜挖大饼，英语要哪讲啊？啊，计增啊，计增，英语内底都无计增这件代志咧哈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有真侪这基础啊，啊，必须要啊啊，这经过啊，这搁捌台语啊，因为些中央都捌台语捌。捌这个华语，搁捌这个一个客家人吼、哦，啊，对台湾的形势啊真了解，啊，英语真好啊、哦，哈佛大学哈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昨天不一样嘞，翻到一半嘞，说走去这个日本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庆应大学读册啊，因为算讲啊，成绩非常优秀，啊，其他呢，搁做一个短期的研究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么叫日本呐、啊。啊，我总好啦，安尼无了最后啦，吼、哦、要 final 啊，就是讲，最后呢翻译了差不多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得爱针对一寡在衣橱啊，哈、哦，语词啊，哈、哦，即个，来去吼互相个讨论啊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日本一抓，啊，当然去呢，啊，我就讲啊，既然都要来日本啊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。真心笑啊！我就去见一下日本的这台湾的高人啊，可惜个就其中之一。啊，结果呢，迄个和我讨论的迄个翻译啊，迄个人啊，我有感觉讲讲，我今仔下暗嘛，必须要跟一个人哦见面。哎，问我啊是，敢唔得敢问我什么人？我讲啊，就迄个柯世凯，柯世凯博士啊。哦，我迄阵啊听到安尼哦，哦，安足新鲜的啦。我说你是欣先生，伊讲，哦，你唔知影呢哦，伊迄人哦，迄学问巴啊，煞哩个烟斗吼，啊，我那个女学生内底啦，讲到伊，大家是安尼爱慕噶呢吼，我讲，吼吼吼，干咩啊？啊，就我唔捌个见，我个唔捌见过柯世凯，结果呢，吼、哦，柯世凯一出现啦，真正是烟斗啦，哦哦，我以前我个少年个烟斗，但是我看伊个只个比我比较烟斗，吼、哦，啊，开始有影烟斗吼。哦啊，好，文够好，好啊！国世界就是台中一点毕业的，哦。啊，比如讲啊，咱有一首歌叫做《背地唔通刺金鱼》，哦，这就是咱音乐家叫做李全生、吕全生，啊，吕全生的作品，啊，吕全生嘛是这个啊，台中一点毕业的。啊，你也是讲国民党政府来了后呢嘛，出了真侪人了哈，比如讲。啊，咱上名就李敖嘛，哈、哦，李敖就台中一中的嘛，哈、哦。啊，政界哈，啊，一挂政客就是吴敦义啦、张其仲啦、林伯龙啦，哈、哦，这拢真多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就是讲不，确实啦，培养真多这个啊，台湾真好、真优秀
这个台湾主题啊、哦、啊，结果呢啊，这间台中一中啊，不幸呢，说来的什么时阵拆掉呢？我甲各位讲，有一个人嘛是台中一中的这个好友，这个人叫做贾东敏啊。贾东敏呢，真侪丰功伟绩啦哈，比如讲旧金国戏的时阵哦，伊就带着遐县市长哈。啊，种贵个哈，贵个迄个遐蒋经国个迄个棺木个头前啦哈，是安怎一个人死啊？你得爱也啥物伟大个人物啊？佮再伟大嘛，免娶县市长，种贵全体贵个遐，佮咪看者啊？哎，啊伊呢，本来是读大学一中，他佮一半毋知是安怎佮无读啊？哈，啊无读呢，走去中国上海读册。啊！去中国西海读册了后啊，从尾啊，来国民政府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啊，从对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。我、啊、来到台湾，伫这个肃六事件啊，肃六事件就是伫1948到1949，迄个时阵啊，国民党政府准备要开始逮捕学生，啊，就是二八事件的迄个进程啦吼，真侪这个学生就开始已经不满这个。啊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啊，那么迄个时啊，真侪学生起来反对，啊，真侪学生反对呢，历史上称之为“四六事件”，四月六号发生的啊。啊，四六事件内底呢，贾东敏多好咧做着这个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院长啊，啊，警察要抓学生呢，啊，照你讲，你像。比如以前的台大事件的傅斯年啦、啊、哈，之类啦哈，啊，真侪这校长的大部分第一个重要代志就是要保护学生，那是警察要抓掠人，要来校园掠人，还是军队要来校园掠人，做一个校长的人应该是要保护家己的学生，安尼唔才有升校长对不？结果呢，贾东敏唔是啊，贾东敏是完全配合啦哈，完全配合，所以维基百科顶上改写讲哈。高度配合警察整肃学生啊、哦。那么原来的这个红楼啊，在这个跟国民党接收的时阵啊，有个存在。尤其咱知这個台中一中啊，我咧看做最近多好这個明星啊，播出的这个台中一中的故事。啊，访问真侪台中一中迄个时阵啊，老一辈诶，这个。啊，学生哈，你、啊、的好友，啊，就讲是讲台中一中哦，一个做新式的一个传统，就是讲台中一中的学生真翻滚的，啊，真叛逆的艺术的对啊，真翻滚。啊，咱来看最近这吴思华去到台中一中哈，啊，为着这个课纲微调的代志，啊，台中一中学生嘛是出来呛声，哦，所以你看咱即马后一代哈。啊迄、那个台湾人的精神阁出来啊，阁无共款去啊，啊，所以伫日本时代内底呢，即台中一中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校长啊，当然迄阵啊未培养出咱家己的即个子弟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就请日本人做校长，啊，社监上面嘛是拢个日本人，啊嘛是共款受到即、這个啊日本的即个各种的教育，但是呢，台湾人伫迄个时代内底。台中一中跟他读四年，啊，为什么读四年呢？因为日本人就是讲，啊，你一般的中学拢爱读五年，但是台中一中学生就是读四年就好啊。你若万一要去到日本，搁要进修大学，安尼歹势，你再去加读一年来补你一个啊，算意思讲啊，恁台湾人吼，英日语无够好啦吼，啊，可能日语的这修养上无够好，所以到阮日本搁爱读一年册，啊，才当入去大学安就对啊。啊，迄时阵啊，因这个校长啦，哈，啊，校长是安那样哈，算来这个校长哈，有特别经过挑选，啊，这个挑选这个校长呢，啊，第一任的校长有一个好处就是讲，伊是铁的纪律，但是爱的教育啦，哈，啊，经过真侪这个台中一中老一辈这个啊校友的回忆，就是讲台中一中学生真正有一种背骨的精神。背棍吼，就是讲反叛啦、叛逆啦，哈。啊，比如讲1927年啊，
发生了这个炊事事件啊、哦，这是安怎你也不知道？因为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日本的迄、那个啊读书哈、哦，啊啊住啊先假嘛哈，啊住啊先假哦，来电我们在想，那看我尿气啊塞安尼啦。哦，我海先就讲啊，这我讲哈，这可能伊这就是可能平常时对海先做不爱啊，所以海先啊真生气，所有海先啊大罢课，大家拢造成伊啊。拢走走登记就对啊，拢无爱读册，安尼啊走走登记，安尼甲抗议。我、哦、是啊，迄阵阁派迄个啥物警察、宪兵啊，宪兵来包围学校啦哈。啊，尾啊，武家吼，就是发动这个啊罢课的这個、其中的36名吼，去往退下去啊。啊，阁过来呢，有60几名学生呢啊，甲要求讲我主动退下。啊，这学生就变作吼。啊有的是走去中国啦，有的是走去日本啦，哈、啊、所以呢，但是迄学生大概拢表现拢真好啦，哈、啊。但是哈、哦，这个台中一中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哦，啊，咱知影就是伫1923年啊，这个日本的皇太子裕仁，啊，就是后来的这个昭和天皇，伊阵来台湾这个啊巡视，啊巡视的时阵啊。啊、因为台中一中了后呢，阁有一个台中二中，啊，这个台中二中是日本政府起的，起俾予日本人读的。啊，台中当然真侪日本人啊，嘛是日本人的囡仔嘛爱读册啊。但是，迄时因的意思是讲，啊，阮即马日本人已经去了台中二中，哦，学校要来予阮的日本囡仔读啊。安尼歹势，你迄个台湾囡仔咧读个已经台中一中，爱改名，恁改二中，阮改一中。哦，人迄个时阵，即、這个日本的校长啊，伊讲即袂使，这是台湾人第一间哦，起予即个台湾囡仔读个，所以阮一中就是一中，袂当改二中啊、哦。啊，皇帝即、這个啊，皇太子来到着即个台中巡视的时阵。台中、二中就讲，阮这日本人的学校，所以阮的学生，再派真侪学生去遐欢迎。讲阮的学生一定爱摆头前，啊，恁台中、一中的台湾囡仔摆后壁，哦，啊，这个校长呢，起码摆总该两个校长拢在遐笑眉，哦，当这个学生的面头前笑眉。啊，这个校长坚持讲，阮台中、一中，一中就是一中，一定爱摆头前，哦，不然呢？因为校长的坚持呢，才冲到伊啊，冲到这个啊台中一中学生啊，才排头前啊。啊，佫过来啊，到了这个国民党来了后啊，啊，啊，迄时阵派来第一个这个外省籍的这个校长叫做金树荣。啊，二八事件时阵啊，这个校长啊，去用惊一个啊，就讲因为咧动乱嘛，啊，校长拢走去宿舍避起来。啊，这台中一中学生哦。不是甲校长拍呢，不是安怎呢？但伊种学生中起来组这自卫队啊，自卫队啦，保护着校长啊。啊，伊迄阵也学聊叫什么南北聊啦，哈、啊，南聊北聊啦，哈、啊。啊，学生呢总是保护校长，啊，佮保护一堆的这外省的这老师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校长啊，感觉哇、啊，真感动哦。啊，这台中一种学生呢，确实呢。啊，当然，伫为日本时代读个册嘛，真侪啦吼。啊，确实呢，也是素质真好学生。所以呢，搁到二二八事件，搁过了20几天了后呢，这国民党的军队21师啊，这专门咧抬人的哈、啊。这来到这台湾的时阵啊，伫家人就抬死一堆啊啦哈。啊，就看到人用枪扫的安尼，吼、哦，迄阵准备要来进攻台中一中。那一早就是讲，台中一中的学生呢，伫这二八事件内底呢，唔那是保护校长，伊嘛是起，伊嘛算讲有起义抗暴。而且迄个时阵，谢雪红伫这台中，啊有真侪这台中一中的学生啊，啊，还有操练的规着这综艺人的这27部队，啊，尾啊，咱知影就是甲迄个国民党往那建足久的哈、啊。那么这学生呢，迄、那个。军队啊，讲哦，我呢在台中一中吼、哦，一定是哦，拢遐叛乱分子安怎呢？哦，准备要入去杀人啊，就对个啦，哈、哦。结果这个校长啊，外省校长都出面，
哦，挺身担保，伊讲阮遮，阮遮海鲜拢是好海鲜，哦，拢是保护我们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军队买来才走，哦，啊，走呢，这金树龙校长确实是啊，买啊呢，感觉真感动，伊就足认真去办好，哦，啊，伊个因为伊办这个啊办学绩效啊真好，买啊呢，甲着这八一路啊。啊，入选就是讲39所优良中学中哈，内底呢啊，以台中一中甲北一女呢啊，这两间办了上好，所以呢啊，奖金2000块啊，啊这2000块呢，这校长真心想，伊种去甲做一个碑文呐哈，去做一个酒杯哈、啊，然后呢，伊顶管甲写无负今日哈、啊，意思讲。以后台中一中应该拢爱争取第一，保持第一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校长袂歹啦，哈、哦。但是啊，可怜咯、哦，尾仔呢来个啊，也一位姓段的校长来啊。那么这个姓段的校长呢，叫做段茂廷，伊伫1969年啊来到台中一中做校长。第一件代志，拆红楼，哦，特别重要，这个红楼拆起来。啊，理由就是讲啊，这反正理由一堆就对了啦。吼，讲啊，这哦，这不拆吼，啊，这若买地当来拼来是变安怎？伊唔知人个日本人起个厝拢作用个呢？哎，我请问你，迄、那个靠近台中火车头敢唔到？啊，台中诶老市政府敢唔到？台中市所敢唔到？啊，而且呢？台中的这个清水的国小啊，哦，清水国小迄间哦，我跟伊讲，伊伫日本时代就搬到一间这个啊、台中有名的这个大地堂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大地堂呢是伫1935年，哦，1935年的时阵发生了清水大地堂，迄间学校嘛无倒，那就不能去的，啊，到1999年啊。九二大地震嘛无倒，哦，两间拢无倒。啊，那台中的这個古早厝，日本人时代起的这厝，会倒的大部分拢是人拆的，啊、哦。啊，这校长为什么一定要甲拆厝嘞？那哪会知？啊，大部分那厝拆拆的吼、哦，啊，就起新的，啊，起新的，大家就拢有好康的无啊？我唔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反正就是拢安尼模式嘛。所以呢，啊，伊要拆。真侪台中地方的人就反对啊，甲学生嘛、书生那么反对啊。我这间是遮水，你是甲拆不中啊？啊！而且这个搁用了，敢知用足久的呢？是不是安尼？而且这上重要就是讲，这是台湾人出钱出力第一间起的这个学校，要台湾的主题塔，啊！你不行就要甲拆掉嘞。好，啊！即马这个校长讲，啊，那安尼袂使吼，啊！伊就总去找迄个谢东明，啊，这个谢东明先生呐。因为啊，这个啊，数学事件等等的吼，啊，这个在中，在这个国民党的官场内底，作风形象的这种，迄种台湾人，我唔知要怎形容就对啦吼。然后，啊，迄阵伊在做这个兴义会的这个议长啊，啊，伊就故意叫赶紧去请伊来。啊，这个贾东敏就讲一句讲啊，新的啊，他旧的不去，啊，新的不来。安尼，这个红楼从此呢，就是地球上消失啦，就会拆掉去啊。所以当时呢，省议会啊，啊，通过这省政府编的预算啊，啊，就将着这个台中一中一栋足水足水的红楼，给拆掉。安尼啦，故事是安尼啦，啊。啊，拆掉了后呢，故意啊，这样子是讲一个所谓的百年的名校，啊，那无百年的建筑。啊、我请问你这到底是咧百年什么意思咧？啊，比如讲我的母校，我伫只节目内底讲过几啊撮，我一撮撮了着摄影队去登记我的母校，我咪讲对一间啦吼。啊，我反正我以前好啊，读几啊间诶，去到我的母校，啊母校咧翕翕翕，啊校长就一直搞暗示讲，啊你唔得，啊你得好友，吼，啊你唔得安尼，啊来搞我寄付一下。哦、我最近呢，搁要搞我列为什么杰出校友什么的，啊，我算不知道你就搞我列为杰出校友，就是讲
啊，我或多或少和你列为杰出校友，敢袂使，敢袂当讲无甲你管一下啥物物件，对不？啊，管唔是一个问题啦，问题是讲，我等于讲好好看的时阵，发现教室变操场，操场变教室。安尼，我是要安怎带着我囡仔讲，登去到我的母校，甲因讲，而且恁爸爸以前咧读册所在，啊，即摆嘛是同款啊。你红楼，你怎规个跳了了？啊，迄阵咧听时阵，迄真侪遐好友，大家拢当作玩笑的啊。啊，规个记忆，从细汉哦，你想看嘛？从细汉从咧读迄个啊中学开始，啊，就是拢伫迄个红楼内底咧走跳，哦，啊，规个记忆拢嘛是伫个内底来，内底形成。啊！你无迄个建筑物，可以等于去平调者。你甲讲叫伊讲，要等下这百年呢？学校啊！你拿校友真正讲，安尼出国几啊年，也唔知影讲叫用拆掉伊。按即摆啊，等于到去到校园，啊，唔就看到迄个红楼叫用拆掉，唔知怎么好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，这无读册兼无卫生的校长，谁啊开始派去台中一中？我实在想无啊。啊好啊，即马跳掉了，安尼起只啊，即马唔那只将着即个红楼跳掉，连头前迄个校门嘛个跳掉。啊，即、這个校门设计了，我个人咧看吼，实在是完全没有美感可言呐、啊。以前迄个校门是入德之门，你即马所有学生来到家，一定爱对着校门啊、哦，然后调好水、哦、啊脱帽进嚟才入去。啊，就表示讲，你即马来学校受到即个教育，啊，你才尊重即个学校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爱认为讲这是你的母校，啊，你感情唔在亲，啊，即马一个校门清菜，清清菜菜设计改黑啊，那大家弄什么二丁挂看，弄什么变数啊呢？啊，到底有什么美感可言呢？是不是呢？所以我刚刚吼，我呢话真拿嘴在做高级，吼、哦，我唔是讲日本人，日本人。去的那是一回事，啊，这是台湾人去的，啊，台湾人去的你也照常给他聊，啊，这真的实在是哦，哎，是是哦，刚刚你对着那些动车出钱出力去起学校的人，想看看，我就是你，啊，你来要办一个学校，啊，你动车出力，再就是钱，再就是力，而且还捐着土地出来，哦，啊，来起一间，啊，起到这么舒适的一间，这么好的这个学校。啊，结果嘞，买下去哦，安尼国民党派来无读册兼无卫生呢，吼、哦，安尼一声就甲你拆掉去啊，安尼你会伤心咩？当然是伤心嘛，非常的伤心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拆掉也就算了，你讲我就是要起一种吼现代的吼、哦，我用足水的安尼吼，要请国际级的建筑师来起吼，安尼买就算了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你起起可能哦，啊，这个。历史的价，历史建筑的上面的价值拢比人较好，哥唔是啊？你去迄种厝，哎、欸，我买要去，啊，嗯，我清清菜菜围两条啊，围两条我倒买当去啊，哎，下着个什么伟大的想法？你甲看哦，咱台湾的这个九二一大地震，你好严，去迄个九二一地震纪念园区甲看，迄个倒的拢学校呢，啊，倒的真侪学校拢倒去。迄几间校从位三楼塌到二楼咧，三楼从跌到二楼，跌到一楼哦，跌到位三楼变一楼就对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为什么会安尼呢？因为学校的迄个所有的遐建筑拢偷工减料嘛。啊，内底呢，唔是扛迄落钢筋呢，嗯，咱钢筋水泥，唔是搁你扛迄种迄落沙拉桶啦、啥货安尼吼，啊，迄种来挡会掉。所以呢，窗仔门因为做啊，窗仔门爱做较大地嘛。啊，结果呢，造成了呢，伊个结构拢无好，啊，地动一摇，劈落啊，嗯，安尼敢唔较好，啊，唉，所以哦，啊，现在有当时吼，只要我到要起事就是安尼，好，安尼今仔就是来甲各位讨论到这个台中一中的红楼这栋建筑，啊，非常。多谢咱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收听，这是 FM 91.5自由之声，渔夫自由行，后一礼拜同一时间再会，拜拜。